我操他妈还没开始就开始逼逼队友什么意思呀啊嗯抽奖还有一分钟是十秒钟时间兄弟们十秒全军出击他们活不长了嗯开演出了刷野正常刷野太好了我从不妥协这人插了个野我不知道对面会不会跟我抢核心不太清楚这把刀是我的最爱他骂了个巴子武器可能来了小心一点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妈打完了打刷得这么快吗这个逼刷得很鸡巴快啊没有机会有人 TP 了真他妈会跑速战速决吧他妈了个巴子装备蛤蟆吃了他们已经炸了让我二杠零开局你们死定了呀嗯三狼吃了嗯让我二杠零开局对面没得打了嗯哦留了1900块钱起飞了回家买一个锯齿短兵两发长剑附带针眼扫描走抽个鸡吧对面的中野是没有闪现的这个中路带的是我现在五级对面的凯隐也刚成五级咱们先偷个鸡吧不着急他们活不长了嗯帮队友插个针眼这里没啥机会说实话劫直接开大了可藏反个眼能跑吗
漂亮呀，兄弟，玩的不错。但是我这一波杀不掉他，不行，我要把他这波线给他推进塔。我溜了，他要敢守塔，直接秒他。我感觉可以偷塔，哎呦，还敢守塔，我从不妥协，不得了。真的他啊，还敢守塔，直接拿捏，来个蓝 buff。走，我就知道他可能会不回家，不回家的，因为这个塔兵线太诱人了。来个蓝 buff， 幽梦1100块，差点钱。对面小龙，对面这个红也好了，他应该去上路拿这个河蟹了，感觉。好，我懂了，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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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你拿河蟹，我拿你红 buff， 好吧。我再拿一波，他去上，他去上了，我拿小龙了，是吧？现在打野思路很清晰，他现在只有6级，他的等级起的也很快，漂亮，蓝 buff， 地了，16秒大冲。我先回家，走了。他才6级，又梦。再帮队友带个针眼吧。我现在钱很多，我可以帮队友带针眼的，问题不大。当然，咱们这个野怪不需要每个都刷的，每个都刷的话，感觉有点浪费时间。我这一波直接打红，打完红直接可以反对面的蓝 buff， 应该问题不大。看一下河蟹有没有，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这怎么打，这完全对面没得打。野怪被我全反，来，他们活不长了。转一，操！漂亮，不亏，留了。吃个塔皮，溜了，买个鞋走。很可惜，很可惜，来个 CD 鞋。好，走。上路河蟹又好了，咱们再去上路拿河蟹吧，看一下，如果他去下路抓的话。我觉得对面凯隐去下了，我们赶紧拿一波峡谷先锋走。哎呀西吧，河蟹直接拿去下了，拿峡谷。他去抓人去了，我们拿峡谷。漂亮，放峡谷了呀，这还等什么，直接放峡谷。哪里就炸了呀。那帮他推波线吧，
吃个鸡吧，吃个鸡吧，吃凯隐的小鸡，漂亮。杀一波这个人，看他用 Q， 直接秒，翻墙 ，WQRA， 直接带走，三狼吃，给他留一个吧，走，好吧，不带多的。他们活不长久。貂蝉，溜了。十一分钟一百刀还不错，偷个鸡。现在打的是峡谷之巅战赚一局啊！你要想一下，这个赚一局，咱们惩戒流难道就是随便玩？石头人死了。嗯，你说对面怎么玩？蓝 buff 出了。嗯，这到底是不是直播？是不是直播？你送个礼物看一下，我会不会感谢你？翻墙，反他一波红 buff， 我来了，感谢。这个一贼好像是不一定可以杀掉这一贼。嘿嘿，你看，十二分钟一百二十四刀，一秒钟一刀，现在补刀特别多。小龙拿下，来了，起不起？这把打野太细了吧，这把翻墙，翻墙。他想反我野，都在上，我来了，他们也看到我了，他在偷我石头人，坏的，但这个墙他妈老翻不过去。嗯，就问你心态崩不崩？红 buff， 感谢成都十万少女的梦送的飞机啊！再来个蓝 buff， 就问你崩不崩？手在出汗，看看。这把刀是我的最爱。主播，你被打了吗？嘴角怎么了？上火呀，起泡了。我天天在家直播，被谁打呀？你做梦过来打我呀？啊，偷个鸡。对面凯隐只有八级，嗯，我们现在已经十二级了，压他四级。你要知道，这是一个钻一的凯隐。溜喽，漂亮，翻墙，再见，来不及握手。四千块钱没时间回家消费，方法根本没时间，根本没时间回家消费啊，兄弟们！想回家消费，刚才的话回家消费随便杀了，透过鸡吧。再把他三，哎呦，他在打三狼，来翻墙，他打三狼还挺快的，该说不说。随便杀，溜了，河蟹吃一下。石头人吃一下。又是一具阴沟的，攒个六千块钱回家出个男刀工，买个男刀，买个豹女吧，攒个六千三回家买个豹女。
我封王溜了。没野怪吃了很烦。嗯，我已经十三级了，对面只有八级。蛤蟆吃了。嗯，峡谷拿了，教科书版的打野这把，这把兄弟们真的是教科书版的打野，双峡谷加小龙全拿。嗯，哎呀我操，他不给我捅，他不给我后入过。嗯，哎呀我操，我太难了呀。这大的太难了，回家五千六，回家消费了啊，消费一下2800，那我现在出什么装备都可以了呀，无所谓了呀，是吧，差300块回家买个血手，咱们打一波血手的钱回家了。走，我这装备可以一打三一打四，队友在浪，我们去拿他一个红 buff， 再拿个小龙，准备推塔。我身上有峡谷，凯隐的话他是一技能赶路的，所以说我们没必要阴塔，阴不到。走，没必要阴啊，没必要阴。下路带一下，顺带拿个小龙，走。因为他一技能穿墙的话是可以探视野的，我阴的话没有任何意义的。14级了，等级相当高。吃个鸡吧，鸡吃不了，翻墙，鸡吃不了，把兵线推了，飞行没有机会了。超神，超神，这把要超神的，这把看一下我们能不能超神。他感觉对面可能会有草，你想跑啊？操！我靠，韩凡，我没拿到，我就想超个神，这么简单吗？这么难吗？拿个蓝，操！怎么死了呀？刷的一下被电死了。哎，为什么这个中路伤害这么高，直接把火男给他电死了？放峡谷了，不跟你逼了。超神就行。刮刮乐。刮刮乐 QRA 我真的太肉了，我真的太肉了。我靠，就是超不了神，很烦，就差一个头，想超神很难受，偷个鸡吧。把下塔推一下，伊泽瑞啊，打我刮痧的，别看我血手没出，我等级太高，凯隐可能会过来。这塔兵线不多，不太好推，毙了，差一个，差一个头，再拿一个头，嗯。血手洪水晶，对于咱们而言，洪水晶比长剑收益会更高，因为我们只需要肉就行。接下来出黑切死亡之舞，大青雨都没必要做，跟你讲，
因为我们是战士流打野啊，战士流。好，来了，超神来了，随便超神呀，就我这个装备怎么超不了神。来大龙，他们不给推，杨大力，这些人他不给推塔啊。21分钟240刀，你说我们打野速度快不快？下一把肯定拿不到男刀了，下一把肯定拿不到男刀了，但还好我还有其他拿手衣。今天咱们上个钻一吧，可以吧？今天感觉手感还不错，上个钻一不过分吗？嗯，飞线16级，翻墙扫描没有眼，谁敢过来守塔直接杀了黑塔。很肉的好吧，兄弟。兄弟们，你们猜一下，这把我的评分会有多少？会不会有16？就猜一下，我们这把评分会不会有16？黑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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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